的绝对值可以被一个 L，这个 L 和这个区域 D 相关，然后这里是 S 点 V。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估计式，那么我们就称这个 F 在 D 上是离谱级连续的，这里的 LD 呢就称作为这个离谱级常数。那么它是和这个 D 有关系的。那什么叫一致离谱级连续呢？就是说我这个 L 和我的这个 D 的选取无关，也就是一个真正的常数。那这里就是 F S 减去 F V，就小于等于一个 L S 减 V，这个叫离谱级自连续。